好球。刚才李宗伟也是认为林丹这个球救不过来。哎呀，好球，难以置信的一个救球，而且非常被动啊，这个球回过来的可以说反被动为主动啊。林丹这是一个起死回生，在悬崖边上生生的把他又爬上来了。对对对，就像李宗伟在悬崖上跟他决斗，一拳把他打下去了。对，最后一只手抓着这个悬崖边，居然用两个手指头的力量他就上来了。我们看一下慢镜头，这是最后得分的一项、这应该是那个救球，用高速摄像机拍到这么低这么靠后的击球点，这种球这个动作让我想起费德勒，有的时候网球里头他会出来、但是羽毛球你这种带切，你再把力量投影燕是输给了谢杏芳，你看李宗伟这个已经抢得很好了，往前已经抢到主动了，没想到陶飞克一个反手又是能够在被动的情况下，看看慢镜，一个非常被动的情况下啪把球打到对方的，弹到对方的后场，对，还能过渡到中路，高指导两次了哈，两次了，陶飞克就显示出13. yet. 很明显就是不跟他打这种平抽的挡网或者打这个后场。没想到本来已经之前这么被动，但居然这时候呢反拍让他呢能够做出一板的反击，看这个反拍爆发出来这个力道呢可以做出一板的下压，来得非常突然。对，所以这也就是曹飞克他这个自己所拥有的这个能力实力呢，所以给他带来了一个